心国际消息，南美秘鲁下起了豪大雨，山洪爆发造成了土石流。透过画面可以看到，滚滚泥水从地势陡峭的山里冲了出来，直泻而下，相当惊人。有民众差一点就要被土石流给活埋，被获救的时候全身都是泥巴，好像个泥人一样。山崩摧毁了民宅，初步已经造成了两人死亡。但是目前秘鲁山区仍然有20多个村落对外的交通是中断的，与世隔绝，灾情一时之间还难以掌握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